们这一场是想要玩一些特别的，接下来玩法是四神、预言家、女巫、骑士跟猎人，然后三狼的话会加多一个狼王。OK， 狼王的身份就是他等于一个假的猎人，就他死的时候可以带走一个人，一样是土神土民，开始吧。嘿嘿嘿嘿嘿。天亮了，天亮了。昨天晚上是平安夜。反正我有自信了，小巫突然很兴奋，我怕我答应就会被怀疑。他刚刚高潮一下，叫一下。刚刚在两个人叫三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要过水。我是好人。这一局呢，我蛮相信蔡长勇，因为我真的听到他这样子移动的声音，然后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。这局呢，让徐凯他玩久一点，所以我是不要骂我。他应该也是好人，所以我觉得我旁边都是好人，因为我很认真的感受我身边。他拿到角色牌，他也没有不开心之类，所以我觉得他是 OK 的。是因为一个人平民的感觉，才会这么老神在在。我应该会小心这一局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百分之百好。陈慧琪也不用怕网友骂，因为大家应该都会骂我。对，所以呢，既然陈慧他没踩我，我这一局就会先放他一马，就至少让他可以坐在这边。我这一局会蛮相信蔡长勇是好的，他刚刚很积极的，就是想不想玩这一局。刚刚我呈现一个很不开心，然后这一局我就很开心，并不是我拿到狼了，而是我就是预言家，我要演的是瑞玄八四。应该有，因为我听到这边这样，然后只能听到这边。我先解释为什么嬉笑闭眼的时候，瑞雪就立刻涌过来，就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哦天啊，就是蛮香的，蛮开心，然后就笑，全程都是闭着眼睛摸他的眼睛。在还没有验之前，我原本就是想讲说他应该是好人，因为他在狼人的时候一直不停的在跟我玩，是被泼金水的好人。我在去看金水，哦对，是金水水。昨天晚上是双尸命案，瑞雪嘉文死了，
没有意义。是一个好人，我是觉得历年来玩法，天生应该就是一只狼。这场大部分都是看着别人的想法，他就没跟他对眼，我觉得他是一只铁狼。女巫用了毒药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。反正瑞雪应该就是被狼杀，不可能女巫会毒他这么笨，然后他就被女巫毒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确定他就是狼，因为我视野其实就是平民，就没什么用，也没什么很大视野，所以我看不到什么东西。感觉陈慧就是低调，平常会讲话。艾森他绝对是很平民，因为狼人会知道说好人是谁，狼人是谁，所以他没必要去猜瑞雪。今天就是他，因为他是平民，所以没资讯，所以他很想要确定说，到底骑士如果这样子的话，瑞雪他是狼王会不会被骑士验证嘛？可是我觉得第一局就要票人，就很像狼人想要把好人给票走。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嘉文没有很生气，因为他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。我觉得瑞雪应该是预言家，然后他应该会啊、哦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就觉得有抓对就对了。然后刚刚书生踩了我跟安生，因为我觉得安生是好人的话，我也是好人。他踩了两个好人，因为只有狼人才会知道好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他是笨的还是这样一只死掉的话，然后死两个好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两只，那你现在会怎么自己说？不要。老庄，你不可以再划水。好人平民就是要大家团结，因为你们讲很多话才会知道你们哪里有口误，就很容易抓到。所以闭嘴再划水。划水，划水，划水，划水是站在瑞雪身上。来，换你。我是好人，然后我觉得安生是好人。嘉文死了，他刚刚就是很开心的跟他拜拜，因为我觉得嘉文应该是被毒死的。帮你解答为什么他刚刚是金水。刚刚瑞雪说第一局的时候，闭眼说，然后就抓出来的手，然后就睁开。我相信陈慧是好人，然后所以不会相信安生好人，所以我觉得书生怪怪的，他等一下一定会踩我。但是我真的是好人，他这局我觉得是好人。蔡长勇觉得他也是好人。他好像拍影片的时候技能全开，我觉得他是好人。我原本在老庄还没发言之前，他前面比较过水，我在一直想说，因为他前面两个过水的时候都是狼。他刚刚发言很好，代表他前面都有在仔细观察，有讲跟没讲一样。哇塞啊！有一点点怀疑，很轻轻的，因为刚刚你演得太好了，我很害怕。对，微微的。我是好人，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说雨谦被发了金水的原因只是一个动作，因为瑞雪有金水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说的都是对。可是有没有可能第一局他发现说不妙不妙，所以他就没有睁开眼睛，就只有两个狼人投了，也是有可能的吧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雨谦是狼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也不能说都没有。我觉得哭声在唱歌，也有点问题，是因为我刚刚跟他合作。书生当狼的时候，他有一些基本的动作流程，就前几局我跟他这样看一下，我反驳的时机点等等之类的，就有可能他是狼这样，所以人家可以完全放过他，还是要观察一下，也没有说到金水的程度。那么多人怀疑我没有同伴吗？一定会有人帮我啊，可是全部人都踩我，一定是有狼跟阵风，所以大家都想要把我处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老庄很奇怪，他点的都是好人，在场没有狼人哦，只有狼人才会知道谁是好人，然后他就拼命一直踩我，现在只可以踩我啦，每个人都在讲我演技好，然后就疯狂的踩我，我是一个平民，虽然你踩我，但是我觉得你的论点也是 OK 的，也不能完全觉得雨谦就是好人，不能单凭瑞雪是金水龙，这样你觉得？太棒，我真的不懂哎，他真的不要真的是太相信，他真的越来越厉害了，连我都看不出他是好坏，觉得老庄比较奇怪，然后这局我会投他。3、2、1，输色一票，老庄一票。耶！好，可以讲话时间了，老庄先。他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敢讲话？不敢讲，我就一定会被剪。为什么你不敢讲话？谁？那你看，再拳，再拳，来啊！我会剪刀，不，这叫不。我是真的是铁平民，但我不知道死的身份是什么，因为也没人在讲话。他感觉是平民吗？你不清了。不管瑞雪会不会是平民还是死尸，你们看现在的场上还剩谁？我是一个平民，如果你们想要留我，那就留我。我也是平民，我真的是平民。但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是平民的话，就表示有人隐藏的话，因为我真的是平民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两个一定会死一个，但我真的是平民。老庄，我真的是平民。大家一定要投，一定要投。1、2、3，你也真的是平民，天黑了，那就抓明就完蛋了。眼睛闭上，天亮了，天亮了。昨天晚上小吴死了，我一眼吗？没有一眼。哈哈，所以现在剩谁？剩四个人。
因为小吴应该是个有身份的人，因为他死掉的感觉就是他想讲话。我没有很怀疑书生的这一场，跟之前当然比起来比较像好了一点。其实整场来说，应该是陈慧跟书生好像也是互相是敌对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应该不会是两边就好的。雨轩不一定是因为雨雪一开始就是有动他的手那种场外因素泼饮水，全部里面我肯定是好的。我第一局我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好，就我完全没有猜谁，那一开始书生猜我，我是投书生的，因为我觉得老庄蛮像平民的，可是我没有说他不像平民，可是重点是他刚刚他死，他也是很冷静的说我真的是平民。这时候书生他也没有见得有什么大的情绪，然后重点是他还要讲一句说，那这样就只剩平民了，我就是那个唯一剩下的平民。绝对是那个唯一剩下，可是总共有三个平民的话，他刚刚那句话感觉像只剩他自己是平民。我其实是相信那个雨谦的，因为他刚刚在投票的时候，他有点求助眼神看着，他一定是好人那边的。不然狼人其实自己心里就是有根，我也会觉得蔡昌为什么叫只剩下我们两个互咬，他就是要抓坏人，千万不要骗我。我现在再让你讲一次，你给我讲多一点，不然我就会不太相信你。各位观众，我有神职来。我是猎人，完全不用怀疑我，就是我是真的好到一个爆炸，我还可以轻轻，其实我轻踩场。他在第一个位置，又加上说，就是整个发言都不是很多。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就突然被归类为好的那边，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，哦，那他是好的，所以就一开始就一直没有考虑过。想一想，好像他的发言也没有特别的好，再加上他现在没有什么表情，就觉得好像也没有误会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平民，然后刚反应他也是愿意牺牲的，所以怎么样想，他们两个应该有可能都是好的。我这局应该是常用。他们是不知道平民还有在，当时我真的觉得我是最后一个平民，他们不杀我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你平民，我肯定平民，剩下一个神职，那就是他。干嘛那么想死啊？他是狼王，就可以带走。没有，如果我们投他，他就可以带走他。那这样。为什么讲话？好，那我们这群雨谦，我雨谦带走他。游戏结束，投票。好，来投票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给你们3秒。直接投票来。3、2、1。耶，我死了。狼人。
好的，眼睛请闭上。女巫，请睁开眼睛。今晚她死了，你要救她吗？预言家，请睁开眼睛，你要验的是。好的，眼睛请闭上。